劇集《智能愛人》連日嚟不分晝夜喺旺角一座大廈嘅天台拍攝，佢哋搞咩咧？陸榮，喂，你同阿阿呢間屋咧好正喎！你哋有冇兩個咧曾經喺嗰度一齊望住星星咁瞓喺度咧？好嘢喎！即係都仲以為我哋係嗰啲同居嗰啲啊？係咯，其實個劇情嚟講，其實我係只係個工人。佢是工人，工人，啱啱呢句讲得太浪漫了，摆我哋身上。系，而我同我同居嗰系我老豆。你好似连入都冇，佢会入我房就系偷入我房，咁样喺度。系啊，或者服侍你啊，主人要讲清楚你。不过冯盈盈同陆永戏里戏外都好似好有火花咁。今次是陸永第一次做男主角嘛，你覺得他交不交到貨啊？你的男朋友怎樣？是我們的情感戲很交到啊。好交到啊。剛才阿馮盈盈說跟你一起你很交到戲啊。阿姨你認不認為呢？你作為事後你認為他很交到戲呢？是的，從來不覺得你沒有交唔到氣，係咯？點解要刻意去講呢樣嘢？即係有可能交唔到，先至會講。有懷疑過，唉！你要俾句公道嘅説話嘅，陸永今次嘅表現係點咧？作為第一次嘅男主角，嚇冇喎，覺得一樣啫喎，同平時即係完全唔覺得有咩問題咯。咁有事後做你嘅 partner， 你滿唔滿意啊？好開心，好開咗工咁耐啦，因為 complain 啊，好開心，因為自己一路睇劇，其實主要即係欣賞嘅演員，譬如李佳芯啊，開始揀謝雪心啊，仲有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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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係啲心姐啊咁咯，所以我即係好感覺都好開心嘅。除了講交戲，仲講到嘴對嘴的嘴戲啊！我只可以透露咧，我哋拍攝嘅感情戲咧，入邊已經突飛猛進啦！我哋之間嘅關係，其中有一場戲直情係要嘴對嘴添啊！你要分清楚嘴戲同嘴對嘴，嘴戲你要擺一個感情入去再嘴啊嘛。嘴對嘴就即係例如人工呼吸，你唔會同個救護員發生咩感情。而我在這部劇裡面做的都是人工呼吸，即是他多專業啊，懂得分嘴戲和嘴對嘴的分別。事後讚你啊，專業。至於兩位前輩就沒有你那麼好戲，陸永爆料他們在片場都是做回自己喜愛的事嘛。做什麼啊？做戲咯，沒錯。我最喜歡做戲的。除了做戲之外還做了什麼啊？做體育，體育引體上升喎。唔係唔係唔係，冇嘢做。可唔可以掂下啲肌肉啊？冇噶，冇事噶，你得，好鬆噶，你得。阿仔咧又爆咧就 Madam Lau， 你成日都講完笑自己忍唔住笑喎。我好多爛 gag 噶，我都好多爛 gag 噶。爛 gag 喺佢嗰度就唔喺我嗰度。